谨慎，我都已经叫人删咗摄影机啦。都系拜某个帝国所赐，我一直都要匿埋生活。你只系用陶瓷同竹做成嘅针孔枪，探测器系探测唔到嘅。老老修，你唔会开枪射我嘅。冇错，我系唔会开枪，开枪嘅人系你啊，尤飞。吓、啊？有冇事噶？佢同司徒单独相处。呢个系命令嚟噶，我已经俾咗个紧急警报喺殿下噶啦。有啲咩事啊？点解佢会同司徒一齐嘅？睇嚟佢见到我，唔通系因为嗰次间接接触同埋神经岛嘅事令佢见到我？定抑或系因为佢系咁嘅？呢个仪式会直播俾全世界睇。如果身为不列颠公主嘅你向司徒开枪嘅话，你估到时会点啊？到时可能会发生暴动啩？冇错，如果俾你偷袭，司徒成为殉教者。咁你嘅信誉就会跌落谷底。你喺度乱讲啲乜嘢啊？只要你同我一齐搞好呢个特区。如果你想高高在上咁逼其他人做嘢，即系话你同克洛维斯一样。而家所有条件已经集齐啦。斯罗将会徘徊喺生死边缘，有奇迹咁复活俾世人歌颂。对民众讲道理冇用嘅，佢哋最抵抗唔到嘅系奇迹。嚟啦，快啲攞起支枪。可以成为救世主嘅人就只得一个。如果民众知道你系假嘅救世主嘅话。果然真是你。你答我一个问题，你同那个唔通佢已经？喂，你怎样？老老生，唔好掂我，你唔好再可怜我啦！我唔会接受你嘅施舍，我要用自己嘅力量争取翻嚟俾你睇。虽然我要令你嘅人生蒙上污点，尤菲美啊，列不列颠！你个名字我已经还翻俾父王啦。我谂本国迟啲都会发表呢件事，我已经放弃咗我嘅皇位继承权啦。点解？唔通系佢哋话你接受咗消亡？我要大家接受我呢个任性嘅决定，当然要付出对等嘅代价咯。你竟然咁轻易就放弃晒你拥有嘅一切，你唔会系为咗我啊嘛？你仲系一样咁有自信喎，不过我系为咗娜娜你。他曾经咁讲过，只要可以同哥哥一齐生活，其他嘢我乜嘢都可以唔要。就系因为咁，就系因为听完佢咁讲，我就下咗决心啦。我终于明白到，对我嚟讲咩先系最重要。所以老老修，其实真正对我最重要嘅嘢，我一样都冇舍弃过。不过你放心啊，你哋嘅事我冇同任何人讲过。咁奥莱利亚呢？又唔系话以后都见唔到面。你真系好傻啊！正一系傻啩。虽然无论系玩游戏定系读书，我一次都未赢过你，但你唔使咁笑我啩。不过你呢个乱嚟嘅做法，到最后呢刻反而得到晒一切。而家谂翻起上嚟，如果唔计你系副总督同公主殿下嘅身份，你只系我熟悉嘅尤妃嚟。既然系你熟悉嘅尤妃，你肯唔肯同我一齐努力啊？尤妃。你对我来讲是最棘手的敌人，是你赢了、啊、我们一起想办法怎样搞好这个行政特区、哦、不过这不代表我是你部下。知道，不过老老修你都不了解我的、嗯、你以为吓一吓我，我就会开枪射老老修你了吗？当然不是啦，如果我认真命令人做事，谁都不可以违抗，例如叫你开枪射我，炒了猪脚一样，什么都可以。真系啊，又喺度讲埋啲咁嘅笑话。我讲真嘅，举个例啊，如果我要你杀杀所有日本人，无论你愿唔愿意都。像猫咁，关闭唔到 gears。你忘记头先嘅命令啊，尤飞！等阵啊，尤飞！点解会咁样噶？我一定要，一定要揾到尤飞，
揾到佢之后杀咗佢。モザイクかけら一つ一つつなぎ合わせて描いてゆくあなたがくれた出会いと別れ。游飞，点解啊，老老生？永别啦，游飞，你曾经系我嘅初恋对象。志成，偏偏而家你，冇办法挡住强子炮。朱姐，唔好阻住我啊！可恶！求下你哋，快啲救下游飞！求下你哋，快啲救下佢啦！游飞，游飞，我想问下你，点解你会落个咁嘅命令嘅？命令？你讲乜嘢啊？唔好讲呢啲嘢住啦，朱雀，你都系日本人嚟啊！系，游飞，唔可以，唔得，唔可以，我唔可以有咁样嘅谂法噶，朱雀，做咩？个仪式，唔知道，日本而家点样？游飞，乜你完全唔记得晒？系咪个个日本人？都觉得好开心，唔可以放过游飞美啊！系啊，点解俾美先人啊？我女住啊！大话仔，冇错，游飞美啊就系不列颠帝国伪善嘅象征，佢个利用国家嚟掩饰自己嘅杀人犯。朱雀，我做得好唔好？游飞美啦，你快啲落地狱啦！我唔会再相信你噶啦！快啲，游飞，行政特区日本。好成功啊，大家都好鍾意嗰度啊，好开心添。咁就好啦，真係奇啦。我见唔到朱雀你个样子。你记住要返学，因为我未读完就中途绝学。游飞，你都可以读翻书嘅，冇错啦，你都一齐嚟我间学校读书啊！嗰度有个好好玩嘅学生会嘅，所以朱雀你要，但我读埋我嗰份。唔好啊，游飞，唔好啊！朱雀，可以识到你真系好。
z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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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ero。我想同佢仲有哥哥三个人一起去参加校园祭啊！上次米莉姐姐终止咗嗰个校园祭，咪话会重新再搞多一次嘅，所以我谂住到时叫埋佢一起去玩啊！哥哥，好对唔住啊！我知我讲过唔会再见佢，不过无论系以咩形式都好，我真系想见多次游飞王者。娜娜莉，你冇听到新闻咩？电台唔知点解突然间终止咗广播啊！系咪发生咗咩事啊？冇啊，都系冇乜嘢啦。对唔住，我听日会翻嚟噶啦，到时先再倾啦。好。